有李世石执黑对长叶。对，嗯，刚才朱瑞阳那盘很可惜吧，应该说，嗯，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中国棋手，我们希望，其他的中国棋手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消息。嗯。这一盘是李世石执黑。嗯，他们今年也是交手了很多次了。对。嗯，在我们这边，我是特别做直播，已经直播过他们之间的两盘棋，嗯，对，这盘应该算是第三盘了。嗯，也是。刚才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听见那个导播好像是在放《我期待》这首歌。嗯，这个关有点故事的啊。嗯。嗯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前一段，孟蔡琳是在去参加个人赛啊。嗯，对，嗯，然后他的五家瞬间这个那是我们的金牌演唱会，嗯，然后先是由我们赵老板亲自代班做主题，嗯，然后接着在第二期的是张松岳，啊，张松岳过来做了一期，也是我们的，嗯，好哥们啊，嗯，然后张松岳呢本来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嗯，就想简单的就结束了，我说一直怂恿他，嗯，来两句，来两句，来两句，他就烦了，他就急了。嗯，然后我们在隔壁，他特别突兀的一下，你就来了一下子，就是前面大厅的 say goodbye 啊。然后呢，孟蔡琳回来了，有点不高兴，他说，嗯：“你这个帮我带班这是没什么可说的，你这在我的场子唱歌，这真不高兴了啊。”嗯，然后他说：“这个我必须得。”找回来，找回来，嗯，找不回来。他这毕竟是我的地盘，然后我做的才行，嗯。所以那天，嗯，等于是最近的一次，对对，最近的一期的时候，嗯，当时我们就在一块儿，嗯，观战，然后他录到最后来了，唱了，嗯，然后唱第一遍的时候就唱破了，他们就是已经唱得不成人样了，我都不敢听了，嗯，然后说这个。可能今天玩吧，他有点困了。嗯。然后后面又录了两遍，最后用他其实我后面说你今天这个状态也就这样了。嗯。然后他就默默的很不情愿的，所以他最后那个比那个动作说张松岳玩吧你。嗯。其实是说的很心虚，因为他自己也知道那天那个唱的那个状态。嗯，要玩到人家实在是有点困难啊。他那天也是发挥失常了。嗯，这个说两句闲话，嗯，好玩的事情，以后可能会跟大家多多分享。嗯，回到棋盘上。嗯，这个棋步。嗯，对，这是强硬的态度啊。嗯，一般来说，嗯，正常的话，有加工的啊，但是一般往往没有这个啊，就是这边是这样的，这样的。这样的话很比较，嗯，比较正常的杀法吧，应该说，嗯，就是在看过来。这样的话，白棋出头的时候呢，黑棋是有一个挂的，啊，有这个好点，嗯。但是现在这个局面是白棋这个边有子的时候，嗯，黑棋这个家就不能叫家了，嗯，其实是有点打入的感觉，对，所以要慎重，嗯。所以他现在有没有选择这个？嗯，对呀。这个地方白棋是一定要冲断的啊，嗯，如果不能冲断当时就别，哦，别那么嘚瑟，就，嗯，就跳小一点啊，嗯，这个如果要被黑棋压回去的话，那拆二的话就一定是要冲断，嗯，你可以跳，再是唱手筋，对，这时候白棋为什么不长呢？嗯，长是最也普通吧，嗯，普通，然后的搬，搬应该是也没问题是吧？通常这个子好像是在这儿，对，比较多，二人家常见一点啊，嗯。这样的话会一在这儿会跳出来了，嗯，可能这样子感觉远一点好一点，嗯，这样有点猎奇的感觉，两块难以兼顾，对。他是不是觉得这样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？嗯，或许啊，那实战这个吃这个吃是挺有利的，这我们以前 研究的时候也这么觉得啊。啊，先捞点木，再把黑棋打断。嗯，
这个也是要看场合的，如果黑棋有的局面下、嗯、因为这边已经很厚了，可以不先走这边、嗯、可以先加这个、啊、走这边，但还是那个问题，这个地方白棋有子，他觉得加进来还是没什么把握，所以现在上边走、嗯、上边的话黑棋长白棋长，嗯，接下来下了一步很神奇的手，对，嗯，这个一般来说正常的感觉应该总是尖这个，是不是？嗯，如果你下的话应该是会尖吧。嗯，这样白棋跳，嗯，我再出来，黑棋出来，嗯，走，那个帅一点哈，飞吧，那还是跳这个，飞吧，嗯，飞，但是我觉得形状有点别扭。你这个不别扭吗？天，这都挺别扭。嗯，就跳还是。嗯，这样是正常的一个感觉。嗯嗯，这个李世石这部飞实在是有点难以想象啊。嗯，他因为他对中间的战斗的时候，他这个地方其实形状不是很好。对，白棋就有很多。嗯，白棋最简单的这一点，嗯，有可能这两个都是先手。对，这个还可以难受。嗯，如果你顶的话呢，这长还是先手。嗯，所以。有不舒服的地方。嗯，但它的优点就是对实地上对脚步的这个更坚固、嗯、有可能也是针对耀烨这个喜爱失控的风格。嗯，这个白棋真过来，这是好棋啊。嗯，这至少是很漂亮的感觉吧，不说这步棋一定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，但感觉很好。嗯、黑棋如果说首先这个尖出来形状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。嗯，这个李世石最不愿意下这种、嗯、就是让你有点被牵着的那种棋，这样白棋跳一下、嗯、然后飞，这个黑棋很难受，你就自己永远是欠着一个段的，你补回去又不舒服。嗯，所以他不愿意从这儿出来。嗯，那从这儿出来也不舒服啊，这样白棋跟着跳。嗯，这地方还是欠一个毛病、嗯，这一间真的很不舒服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李世石这个靠也像是好手，这布局一开始有点高手过招的感觉了。嗯，他是想就是跟拽着白棋一起，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再花一手棋补了。对对，效率更高。嗯嗯嗯，连班。嗯，白棋好像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。嗯，白的如果这样断打是行不通的。嗯，他现在首先不能走这边，因为这个地方争子是不利的，他只能再粘回去。粘回去顶。嗯，这个时候白的就有点顶有点累。嗯，不能断打啊。对，就直接粘回去。粘回去。嗯。黑棋也粘上。嗯。白棋这个时候是打的这个。嗯。这步打很不想下，很想先在这边走、嗯、跳过来。那他的担心也只有一个，就是弹出来、哦、嗯，这个球看着是挺吓人的。退，嗯，黑的重来、嗯、白棋气实在是有一点紧，两边气就很紧，但是可能我跳黑棋好像飞，嗯，气上这一飞白棋有点难受，反正可能是有这个担心吧。嗯，因为这毕竟两块棋很紧，所以他实在是下得很厚实。你是说很机敏，就是说先走这边。嗯，白棋三。嗯，白棋提掉是不肯的，在黑棋这边立下来，立下来不肯。如果想这样的话，这样就可以看出李世石不先进去、嗯、这个位置太合适了。 嗯， 嗯，这个也不能，都是高手嘛，就不能轻易的让对方如愿。 嗯， 嗯，三个三组挺倔强的。嗯，这个棋的感觉来看，黑棋再粘回去，白棋飞出。嗯，我飞出，如果尖的话会怎么样？尖的话，黑棋应该得粘这个吧？
他应该是担心在这一个。嗯，然后我冲，这是最直接的下手。嗯，断必然。对，要不能不能先拖到？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拖开完这个。嗯，这样。你这我有点一时间看不清，但你只能长，不能跟三三打。我打。体接。嗯。对，这个是啥事？上海黑棋子走是吧？咱就可以拐一下。嗯，上面棋不够。黑棋不能走得太直接。那是怎样呢？他的。担心，还是说先跳一个？跳我如果就补这边，你是要再断了我什么？我飞出，飞断，感觉还很久危险。嗯，我再稍微看一眼。嗯，还是说黑他担心的，这个时候黑的有没有可能先走到一下？那对于白天来说是不亏的，因为那个刺本身是不损的，嗯，基本上是不损的。如果能逼迫你在这边先定型的话，它应该是便宜的，嗯嗯，这个我估计他应该还是计算过的，嗯，可能有一些手段我们这边，因为我也是刚刚才看这段棋，我也 没有太不是很清楚，那感觉上是有这种可能性，他可能实在是。实战当中算得更清楚一些了。对，但是这样看上去，因为黑的这一步段实在是有点下不出手，嗯，但是他局部也不是很好处理。嗯，好，这可以先当成一个疑问。对，白棋是飞出来，飞出来的。嗯，这样黑棋就定型的。嗯。定住。嗯。局部高一段落。嗯，这样这块棋基本上眼位已经差不多了。嗯，对，因为这个张下面半个眼，这个张半个眼，嗯，这个张只要有一个眼就外面做一个眼就活了啊。嗯，这才是分头。嗯嗯，这个棋，嗯，差。飞下的，对，嗯，白棋大跳，可以大跳，嗯，嗯，都还是堂堂正正的感觉，嗯，可以跳跳，嗯，也是威胁，就是威胁白棋上方，白的接下来这步也是巨大无比，嗯，这个如果这边你随随便便硬一个的话，跟黑棋到这个，这个白棋全局肯定是要落后，嗯，所以说这抢了一步，嗯。嗯，确实这样面是点方的，嗯，这个就是可能很多其实比感是非成想从这分段白棋，嗯，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可能这张是有这样的班，嗯，黑的气局部也很紧，嗯，有点就是没棋走了，嗯，你走在这边就被挡死了，如果现在拐的话，拐一个白棋可以打了班，打了班在这儿，这样白棋很轻松的就。连上了。嗯，那这几串黑的就亏了。嗯，其实也，嗯，如果是连班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反再连班。嗯，连班，连班大概会冲。嗯。能下吗？但这样是下面先损。嗯，但是白的这一下也是非常的损。嗯，这样在，他可能还是有担心。先损，先损是第一。嗯，而且白的这地方其实好像。有几个隐约有几个先手，是的，可能他现在是先从中间进行，嗯，这手是有很多后续的啊，这下面这局部是有这一靠，嗯，嗯，但是商业什么不予理会，对，嗯，眼见的白棋下面有一手靠，是嗯，嗯，我觉得黑棋后面的下法。我虽然我只是现在看了一眼，但感觉是有些问题的。嗯，黑棋现在，我觉得正常来说可能是这边要走一个，嗯，但他现在应该是担心白棋这一靠。嗯，我如果把你就断了，嗯，是吗？对，断。你如果走这个，嗯，我得打吃。
上来再靠这个冲，嗯，就站走这个吧。嗯，我站上上就大包了一圈，三将这样白棋可能就算是把自己都处理好了。嗯，但这样黑棋也还好，毕竟像实地都守住、嗯、白棋如果是打到这一张再断，这样当杀气黑棋也能够有厉害的，也能白棋也杀不过。嗯，如果白棋仅仅是整形的话，黑棋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心。嗯，那他会不会有别的，比如说嗯，我能不能点这个形状，形状是看着白棋有点危险。嗯，但是你力量超大也是我大力出奇迹，就是让他走，我搬了往回爬，搬了爬，但我这个地方气有点松，这个也感觉白棋的勉强，女汉子的招。但我现在怎么打出来啊？嗯，不过你打了三吃在这儿，我这个、嗯、我难道只能把这些走掉？走掉？但是走掉，嗯，走掉，走掉，他就可以单三，然后可以单三。嗯，那这张有点复杂。对，我们嗯，一时也看的不是特别清楚。就是我的感觉，黑棋这个地方被白棋跨断是就是很、嗯、很不舒服，所以想先在这边走。嗯嗯，但这个我们也看看镜头，因为毕竟都是高手，都有自己的想法。嗯，好，今天靠两下，嗯、定型成这样，然后搬。嗯嗯。然后这都是一本道，接下来我仿佛看到结果已经出来了啊！啊，哦，已经结束了是吗？嗯，那我们结束了没关系，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吧。嗯，展现先不说，嗯，先看着，还是好变。嗯，这个白棋的思路很连贯，跨断完再把这嗯再从这边搬断。嗯，这是都是黑棋只能断。对，然后再打。嗯，对，那好，站上，这样看到这几个字，黑的这三个字就无济于终。嗯，这个结果应该是白棋，无疑是白棋取得成功了。嗯，黑棋我不感觉还是这步靠的问题。嗯，但是就我觉得。这个图也挺直观的，他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在、嗯、有可能。嗯，因为感觉白棋绑下来以后必然是要在那个角上做一些文章，也可以说李世石的世界一般是不太能轻易理解的。嗯，时间现在他是跳，嗯，他肯定是想把这个地方封进去，期待白棋就是回去啊、嗯、这样的话他找回点面子，这样可能或许黑的还可以，黑棋嗯，黑的也毕竟锁的也很多、嗯、但实际上白棋这个尖是好棋，很难棋、嗯、这不尖，因为黑棋这个地方是有点头是有点软的。嗯，就是搬把就搬出来，你现在没有办法、嗯、我现在不能吃，因为我吃完、嗯、这个地方就被打出来了。对，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这时候还不如拐呢。嗯，白棋跳，跳的话我觉得上面形状有一点啊、嗯、不过确实这个白棋这时候就可以转到右边啊、嗯可能这下面是可以搬过的。嗯，所以确实走不着这个地方，可能李世石有可能他觉得一跳，因为如果白棋贴的话，黑棋靠可能是要出去。哦、嗯，他可能觉得如果能分进去的话，他的判断会觉得嗯还可以。对，但实战白棋尖是好棋。
嗯，这一串很精彩，这个出来以后。那现在把黑棋眼镜这个地方嵌一首棋，对，接上。嗯，白棋，白棋冲刺。啊，接着冲。嗯，黑棋现在就是不能去救回这四个字。对，黑棋罗手这个是眼见的被冲出来了。嗯，如果断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个我气是不是比你长？断白了应该就不是断这边就可以了。嗯。嗯。像黑棋在上面走，白色就先把这个专心把这个提掉。嗯，黑的估计得走。嗯，那黑棋就杀不。黑的上面怎么吃呢？黑的尖。嗯，我现在搬不行，我就立先手。嗯。尖的话，上面局部是双活，嗯。嗯。白棋应该空场。空场还得走这边，嗯，这边暂时还好。或者一断掉，是不是还会？那个我刚，我刚吃那几个不是很大。吃这边吗？就刚刚这个图。嗯。我立啊，是可以立，对对，目录果然是很聪慧呀，这样的可能就只能转换了啊，然后再出来。嗯，这样也不知道怎么样，转换。嗯，转换黑棋还可以，我也觉得，主要是我刚刚就是看完觉得黑的还可以。嗯，这样这黑的围的还是挺可观。那断会不会好一点呢？白棋看一下，白棋有没有别的办法？你搬一下，这就断不掉了。我吃这个。吃这个，那黑棋还可以吧？把白棋走断在外面了。嗯。这下我。应该白的肯定还断是总是要断的。或者转到这边。嗯，要不然就转了，就这样。嗯。就这样。这样黑棋，因为白棋这个皮是顺手。对，黑的。皮。拖过吧。嗯，勉强拖过吧。嗯。那这样感觉也比实战强，因为上面是双活嘛，立立完立完拐是双活，嗯，啊不是，立完点是啊白棋死的，不能双活，原来是这样的，那我嗯对白棋死的，那我要不打从这边打出来好了，我提示先手吗？你次序不好走，我提啊，是这样，那还就算了。嗯，我立不到这下。嗯，这样就是这样，感觉黑的就走一个，嗯，白的挺没劲的，还得补一个。嗯，不知道，我初初看上去这个段有可能还能下啊。嗯，他实战，嗯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么选择。但就是自己很淡定，默默的吃回来。嗯，这样把它断，嗯，这个结果应该是黑棋很难接受的啊，嗯，都死了，主要他头被挺得这么硬。嗯，这个有点奇怪。嗯，也就是这个局部应该是出现一些问题。嗯，虽然这样肯定是白棋大获成功，在这个局部。对，可能大家看这个局部就能。有点对后面结果有些感觉了，嗯，因为药业这个他的棋还是很就后半盘很扎实的，嗯，就是当他取得优势后被逆转的时候非常少，嗯，虽然李世石是以逆转而著称，
但是在邀约时估计是没有那么容易。嗯，能后面的进程简单的跟大家看一看。嗯，这次看上去白棋优势也不会说特别大。嗯，这白的下的其实也挺对激进的，因为这边眼见了这边是有一些问题的，靠在这儿。嗯，他实在是得这个了。嗯，当然黑棋自己也没活，嗯，不是说说能下成什么样就，嗯，确实手法很漂亮，可以靠。嗯，黑棋不太好动。嗯，黑的如果搬，他的意思是搬，再尖出来是吗？嗯，有点像那个定式。嗯，那黑棋如果再不走得被退回来，行吧，白棋断也可以。嗯，我得打到这里断了还挺好。嗯，感觉断还可以。嗯，就白棋这边还是暂时不怕我多两个子。嗯，就先传了。嗯，黑棋实在是，但我这个我感觉不像好棋啊，走到这边，这先被扳住啊。那这以后是不是欠一弯啊？对，上面还欠一弯呀。嗯，就不太像感觉，但因为这个黑棋，嗯，就白棋本身是活棋啊，这个是活棋，所以黑棋可能也确实不太容易有很大的收获。嗯，他现在顶着补过，白棋抗一抗。嗯，这个结果黑棋看很不成功。嗯，但是其实白的这个局部下法也挺俗的，不过他就是干净的活干净。对，因为应该是还是白棋的优势啊，所以说白棋尽量把自己现在比较薄的棋处理好。嗯，那像这样我们可以判断一下。嗯，就搬一下。嗯，搬一下是黑棋的。嗯，白棋右上是有收气的关系。嗯，大概是26目左右，26匹目，26吧。左上，嗯，左上的目也有缩水，大概是5-6目。嗯，这边这两块，这两块是这样，黑棋如果打下来，白棋上面连一个就很厚。但目数上其实26-31。嗯，还是大概是40目左右。嗯，差不多。40目应该是怎么都有的。嗯，应该还不止一点。肯定不止，这块白棋就只点了30目就有40目了。嗯，黑棋的目数七，这两块肯定是不到30目。应该不到。25目。嗯，这个地方30目。嗯，黑的是，但这个地方也不确定，因为你如果走一手是有20多目，25目。对，走一手有20目，但不走的话也是10目。嗯嗯，40多目。嗯，这样就是40多目。40多目，白棋也是40目强，但实地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啊。那其实这棋还是挺难讲的，因为毕竟现在还该黑棋下。嗯，然后这块儿多少还是没有活干净。嗯，就可能这个地方损失没有想的都那么大。嗯，有收气的关系还。嗯，黑棋现在就是，嗯，是这就让白棋收气，而且中间隐约的还能成一些。嗯，他就靠出。嗯，搬。这个是一定要搬吗？如果退。会，哎，说一句题外的，棋结束了吗？为什么看有人说还在下？哦，没有结束是吗？嗯，没有结束吗？嗯，哦，可能是没有结束，刚刚出现的是，有可能是另外一盘。嗯，有可能。嗯，
那我们就先继续看下去。当然最好结果是白中盘胜，挺好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他实在是搬的哦，是搬了还是藏好？藏，差不多吧。藏的话，白这个退也先让白先。藏白的应该会走下面、嗯，就不会再走上面。嗯。吃战可能也是继续揪着白棋。打、嗯。接。嗯，接上。然后吃。嗯。就算是提前说暂时没事儿，白棋把这个跑出来。嗯。黑棋就把这补了，这地方由于有冲，这是可以跑出来的。啊、怎么跑？跑，我，哎，嗯，这个眼神啊。啊，没事。那这个棋当然总是要走的，因为其实一手棋价值。想找回。嗯，棋完下一手是有拖过。嗯。不提的话，里面。确实味道不太好，但黑白的确实也挺紧的。我冲一段，煎一下。我煎在这是什么？你还敢煎在这儿呀？那是有段的。里面好像有棋掉。我现在好像气已经不太对了。对，现在气不太对，这白的煎可能先手。嗯。如果坚是坚守的话，可能至少是有一点嘛。嗯，对，我刚才看。是吧？给自己找点面子。对，我主要是想给自己找回面子、嗯。应该是有点棋的啊。嗯。这些棋是本手。嗯。而且提完以后，白棋这个头基本上出不来。嗯。白棋把这个拐下来非常大，对，目数上，嗯，也非常可观。棋上面立了一个。啊，这张是这样的。是什么呢？立的话是本身，让白棋埋下啊、嗯，你白棋本身现在接不回来的。对，你接我这一丁，我就两边结合了。嗯、对。他希望白棋搬粘这一下，嗯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白棋也很机敏，冲一下，嗯，他希望黑棋把这一下卖掉，把棋一下卖掉。冲如果一断的话，等于白棋就这个就先手了，嗯，那白棋自然就不需要再去卖这一下。嗯、所以双方都斗智斗勇，嗯，都有点小心眼。嗯，黑棋就这样的话，白棋就把这一下卖掉，嗯、这一下卖的还好。嗯、并不是损特别重，粘上去，这是棋，可以冲。嗯，这个地方很有意思，实战的手势是黑棋断，白棋搬过。嗯，这不搬是没收。不搬的话，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就是吃还能把黑棋掉了、嗯，现在收气。嗯，提一下。可以打，黑的是死的。嗯。就是，那铺完不打也可以，不打也是脱身了，但是就是被收紧了。嗯，就这步棋价值非常大。嗯，那黑棋呢？它其实打掉是一样的嘛，打完再断是一样的嘛、嗯，但是可能职业棋手他保留一下。如果打掉的话，白棋如果走的话，有可能从中间出来了。嗯，自动累的。这样的话，那打有可能损了一个劫财。啊，就是很细微的一些差距，心情上的关系。嗯，那实在可能又想你不打，我凭什么还给你机会，就直接搬过了。嗯，我这样补的也比较干净。嗯，那我感觉会还是打掉那什么。嗯，但确实这步棋很大。对，如果打掉的话，白棋几个不走的话，胡这个也说不清楚。嗯。这个讲不清，毕竟这手棋也是挺大。嗯，就往，往了搬过。对。现在可以再看一下目数。嗯，目数。这块42目。
嗯，这块大概是六目吧。嗯，十八。嗯，中间怎么算？就基本这几个字应该差不多。嗯，五十四就是基本的。这中间不算的话，还是五十四目。嗯。现在二十八，左上角还是五目，五目弱。五目，这是另一个黑的也有可能要长一点。啊，五目强这张牌是软的，嗯，黑软的啊。二十八加五。三三。嗯。这边如果白棋厚的话，打的就是后手，那白棋应该长了一些。白棋应该有十目吧，至少有十目。嗯、是三，这下面、嗯。下面基本上十目。嗯，五十三。嗯，十目有点不止，有点潜力啊。嗯。黑棋是多少？黑棋刚刚五十四，但黑的这边一点都没算。对，就现在可能胜负就在这个地方啊。嗯。不过这个地方黑棋。能够为一个贴目以上，是不是棋可能有的下，有的下挺细的、嗯。但是我觉得看这个样子，嗯，不像能为的穿。白棋是四点。嗯，因为主要该白棋，而且白棋上面不干净，这边黑的一个线索都没有。嗯。哦，点后面这么小，点黑棋直接他是不好走了，直接如果连。连的话，白棋就可以飞回来。嗯。就下一手，我不见得马上破你，但我下一手这一贴就连回来了。嗯。如果你现在虽然吃到一个贴目，但是不白棋。我这地方也长。嗯、白棋这个地方至少能维持十目。嗯，黑的应该不满意，只是去围这一些。对。因此，他实际上是求变顶一个。嗯。但这个顶要有嗯很欢迎。这下面白的也长了五六、嗯、五六目棋。嗯搬出来，这白棋是招在木上。嗯嗯，现在就是黑的，如果在中间不能获得到很大的利益，那形势肯定是不对的。嗯，因为白的这两步已经捞了差不多十目棋。对，这个黑棋没有什么办法，现在这步总是要走，不走贴回来了。嗯，白棋跳了。嗯，这个也可以看出来，由于这个已经。把这个补干净了，中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嗯。嗯。这次搬了一虎。嗯。这个其实下面还有一个后续加。后续加，嗯。但是现在这个，就黑的，就是准备收目了吗？应该是吧。不容易够是吧？对啊。这个未来一次。嗯。它中间。可能确实没有太好的下法、嗯、因为这个地方白的厚了以后，白的好像随意，对黑的自身的联络不是很好。嗯，白棋还是有五十多目，黑棋感觉是时控微微有些不足的，黑棋虽然单身。嗯，你有看到什么好玩的吗？我在看呢、嗯、啊，我看到了这个棋，我们默默觉得黑的还可以。是吗？是现在还是最后？到后来一些、哦、但是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好像就扫到有一眼说默默觉得黑的不错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时候。黑棋现在应该是六十目，有点怀疑，六十目左右，二十八，可以再判断一下。嗯，我觉得现在还是白棋好一点，还是白棋好。嗯，但是后面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不知道。后面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嗯，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。嗯，黑棋打。因为这盘棋是第二盘讲的，所以我们后面基本上都是没有看过。嗯，然后叫黑棋小尖。嗯，把它飞住，然后黑棋现在实际上是接了这个。 嗯， 嗯，白棋呢是补了这个，这个如果不补黑的一家，嗯，白的是被加了，这局部本身是只能这么赢。嗯，
那是打劫了。对，但这个劫非常严厉。嗯，如果走这个的话，对不起，应该是收五到六目啊，将会不走，那就是后手这点，后手八九目吧。嗯，也很大，目前来说肯定是最大的了。然后就把白六立下去，这一瞬间黑棋搬进来了。嗯，这个地方。嗯。哎，他肯定是要断吧？这地方如果忍目数差太多，忍不过去了。因为黑的皮在这儿，白的是很难补。如果你想打拔的话，这还被加进来，加了进来。嗯，天哪！发生什么事？好像结束了。是吗？嗯，而且结果很不好，好像是输半目。我没看错的话，哦，这个地方他是肯定不能忍，他如果忍的话，你这个关子明显比这个大。对，嗯，对，然后他这个实战就是打劫了。嗯，我可能是这个劫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胜负。黑棋这个劫，哦，黑棋是打了一下。嗯，啊，不是，黑棋是先打这个，对，黑棋往下打。啊，这个基本上是得硬，他应该会在接下来的去找劫。然后黑棋现在靠，嗯，靠的话就要求吃上面这几颗子，嗯，这个是很有杀伤力。是的。白棋七劫，嗯，七劫挡住。这个人看上去这。白棋黑棋的下法好像很严厉啊，白的中间这几个子已经，中间肯定不能就完全死掉，完全死掉的话太大了。嗯，可能就现在是贴，这边贴一个，嗯，贴一个是把这个子连回来了啊，就是冲白棋拐，对，因为这地方黑的是软头，嗯，但是这个结现在还就纠缠不清，嗯。对，白棋，对。哦，然后双方妥协了。嗯，黑棋没再找劫，黑棋这个还有一个劫。嗯。但是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劫。嗯。就这两个可以视为，各自的一个劫材。黑的就这个扑不是劫是吗？这个扑肯定不是劫了，只能扑这个是劫。嗯，因为上面都已经连到上面了。哦，那黑的好像黑棋没有劫了，这个地方，嗯，这个地方是软头，所以没有劫菜，所以黑棋也没有办法了，是这个妥协。然后白棋着急了，很想把这个吃住，嗯。这个结果来看的话，肯定是双方各有所得。黑棋中间现在是白的已经。进不来了，嗯，就是只能这么收两下，对，就后面就这么收着了，我们可以再判断，中间可以吃掉个这目不能算，嗯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六目次，嗯，下面白棋黑的这地方少了一两目，嗯。黑棋确实从目数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有所得，嗯，确实，因为白棋提俩虽然看着挺爽，但是所得好像非常有限，对，我觉得这以后好像还有可能白黑的，嗯，再提一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代的打劫黑棋占到便宜了，我们再往下看吧，嗯，这个白棋很痛苦啊，这端打拔跟黑棋这个打拔是见合的。嗯，他如果走上面，黑的就会把这粘了。对，那这样官司就相对简单了。嗯，挡啊，这一下挡上了，翻掉。嗯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地方还
还是有个劫。对，这个穿不知道是穿得进来。看一下劫财，白的黑的相对轻一些，但是也是需要劫财。嗯，他没有走，我估计这个时候可能形势已经对他有可能已经有利了，挡了一个。这个是逆收三目。逆收三目，嗯，可能强一点吗？还要厚一点。嗯嗯。白棋穿四。这个。粘完这就是，这个吃完，这个吃完。也没有上，嗯，那就站住，下手能断成一两子，还可以贴回来。黑的白的会补这个吗？白的就不补这个是吗？这个时候估计是他可能不怎么乐观吧。因为这个看上去白的劫还是很重啊。嗯。但黑的是没有劫财吗？黑棋按理说有劫财。对呀、啊，那这。跳是什么？现在白的等于是撑在这儿嘛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关子。然后黑棋跳，跳也很大。嗯，跳是有六目。这白棋一直都没有补这个地方，不过白棋这步棋相对于就是在间接的补，这步棋间接的补啊、哦。因为走完以后黑的就变重，黑的这块也非常大。嗯、对，就黑棋可能这种。运营这种就不见得是劫，对，本来的话黑棋可能可以找的劫还挺多。嗯，那实战就这样了，黑棋就胡。就收。嗯，然后白棋打一下，没什么关系。然后收住。好像就都是一目，一两目的关系。嗯，黑棋，那这个冲，这个是冲吗？它是粘的。啊，自粘了一个是吧？嗯，这不粘的话，这个当时白棋有个开劫。就是他担心，从劫材上来看。那这本身至少也是能收一目。嗯，对，所以说目数也没有毛病、嗯。但从这样来看，我觉得可能黑的觉得自己形势还可以。嗯，这个其实还是挺大。马上结束了，最后几步跟大家一起看完吧。嗯。然后哇，这样。嗯。白的棋吗？再粘回来。应该是。嗯，对。然后就剩个翻针。有什么？点这个。点。黑棋半粘。嗯，还是打不中。黑棋把这打掉了。打的时候白的没有走。啊，白的要撑劫。现在撑不住吧？现在这个地方有一目，嗯，其他的地方没有目。这地方白棋有铺进来的可能性，但是好像也需要劫财吧？嗯，需要劫财。这个我们就看就行了，它实际上是粘的这个。嗯，只要打不过吧，这地方黑的劫财好多。嗯、那就几？还是要冲掉？嗯，把这个都走掉。嗯。然后去，我把它粘贴。嗯，这样就没有目，黑的把这补了就没有目。嗯，对，黑的把这一补，现在就没有目，没有目了已经。嗯，这盘棋应该说最后很可惜啊，最后因为是韩国规则决定的、啊，如果中国规则的话，应该是那个要也能赢的。嗯。哦、嗯，因为我们就也是跟大家一样。对。不应该，应该说还不如大家。大家可能有之前还看了关注过一下这盘，我们有点仓促这盘棋。对，所以说也就是跟着大家一块儿顺一下这盘棋。嗯嗯，我的总体的感觉是，嗯，开局我觉得这个地方
不知道耀叶有没有机会就这个天上先煎是吗？如果能煎的话有可能会比较严厉，但实际上你顶在这儿看起来姿态还不错，感觉还是处理的挺好的。然后接着就是右上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吧，从感觉上来看，直观的感觉来看是白棋便宜了，可能有可能觉得便宜的比较多啊什么的，因为把黑棋的角吃出了接近30目，但是我们从后面的进程来看的话，确实可能没有想象中会那么多，因为后面白棋没有扎特别明显的坏棋，就是我们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很有问题的棋，而且黑棋也除了最后打劫这个地方算是发力的，其他地方也没有特别，下的其实也挺平淡的，对，所以说明可能这个地方没有想象中好像，因为我们当时从直观的视觉上来看，白棋不仅吃了，而且头还长到了这儿，就觉得白棋肯定是便宜不少。那从后面来看，后面我还是觉得白棋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取得优势，哪怕是优势不是很大，那我觉得不知道中间的他的处理有没有一些问题，他可能是对薄后的判断出来，如果不利这个当时，这个大概就是后手八九目，不利这个如果能在中间先动手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白棋有机会小胜的吧，因为黑棋后面毕竟是一手棋就把这三个，本来黑棋吃可能只能搬着吃，还会给白棋搬一下打一下什么的，现在直接一手棋吃出这么多目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后面黑棋占了一点便宜，最后也是比较幸运吧，是。那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说略显失败啊，就是这两盘棋两盘重头戏结果都是中国这边输了。那其实说起来也正常，因为李世石和朴廷桓是韩国排名前两位的棋手，他们的实力就是一直都没得说啊，肯定是世界棋坛最优秀的棋手，所以有输有赢都很正常，确实前一段中国一直成绩都还挺好，对，确实是有实力的原因吧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好到这个程度还是有一些偶然性啊，就是比如说包揽八强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因为像这一轮之前我看有些也有啊，包括一些媒体甚至都猜想会不会再度包揽八强，但其实真的是因为可能本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比如孟百合啊，大家之前 LG 啊一些赛事可能有了更多的一些期待，但是如果更客观的来看，中韩的差距不应该是那样的，如果我们有一些优势也是厚度上的优势，而不是说顶尖棋手的优势，或者说优势没有达到说可以包揽八强这么夸张的一个局面，所以说我相信中韩的大家这个交锋啊还会持续很多年下去的，那现在棋评论有没有什么问题之类的啊？好像看到了其他几盘的结果也不是很好，是吧？宋若输掉了，然后韩永信输了，这样的话中国八强战的四盘是中国是1-3，只有唐伟新一个人吃的是吗？唐伟新战胜唐伟信，这样的话八强当中中国35个人吧，但是韩国我不知道金智熙是不是现在排名第3啊，那基本上是韩国最强的三位棋手都还在八强之列，所以说这次三星杯真的还是很难说。你说后天非常重要。对，三星杯的话它有那个就是国籍要避开这一说嘛，就是抽签的时候就是会出现
两就是韩国棋手之间吗？就只有三个韩国棋手？哎，应该是现在他们好像说4-4啊，古力也输了啊，古力也输了是吧？啊、那4-4的话是就是会一定是都中韩交手吗？中心分好像不是，我印象中啊，那他就还是按照之前排下来的那个、不是，可能是在抽吗？好久没下抽了。古力确实输了，我有点，因为那盘棋开局非常好，后面就一直没有再看了，就一直觉得那盘棋就可以赢下来了。嗯，这样也非常可惜。那确实这么来看，挺可惜。嗯。那所以后天的那一场就更重要了，4-4的情况下，非常。现在来看这个。古力毕竟虽然说现在本分不排在第一，但是在国际赛场上还是有绝对的话语权，也是中国算是他们年轻棋手的带头大哥的感觉。对，但是他一倒下可能实际上对中国棋手还是有些影响，这个前景不是很光明，但是我们也还是有所期待的。那我们就期待后天的带来的表现、然后同样后天我们会也会为大家带来直播，欢迎大家到时收看。那啊，对，还有就是刚才导播啊，对，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现在用 iPad 也可以看我们的节目，包括直播和视频都可以看。而且也欢迎大家加入那个我们 HGV 官方的一个棋友群，然后我不知道群号的话，一会儿请，我不知道现在赵老板在不在啊？如果赵老板在的话，可以让他他打出来了。现在就是这个群，就是我们 HGV 官方的一个棋友群，然后欢迎棋友来这里跟我们大家一起交流。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，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。再见。